Hello， 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落难的阿阳，欢迎收看我的世界之阿阳历险记第66集。这从海里走出矿井之后啊，阿阳我又回到了村子里。哎呀，这个废弃矿井真是奇怪，这么大，里面还有这么多的怪物。走，干脆去问问村民们是怎么回事吧。哎，你别躲着我啊！哦，不好意思啊，吓到你们了。你好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你知道村子底下这个矿井是怎么回事吗？朋友，这个矿井可有来头了。当年莫影龙听说这村子底下有大量的宝藏，就奴役了一大批的村民，让他们修建了这个矿井，又派出了大量的怪物在里面监控我们。那为什么废弃了呀？宝藏已经被拿走了吗？这是因为……你可闭嘴吧，别乱说话。哎，别啊，大哥，你把话说完呀。嘿，朋友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你好，我是来想找一个废弃矿井的，请问你知道吗？废弃矿井？我刚从里面回来，你找他做什么？那个，我的一个朋友好像被困在矿井里面了，我要去救他。我之前去的时候没发现底下有其他人呢。我看你赶了好多路，先吃个面包吧。谢谢。这样吧，我带你去矿洞，和你一起去救你的朋友。真的吗？那真是太谢谢你了。来，就是这里，来跟我来。嘿嘿，小心别摔了。没事，我们走吧。你瞧，这个就是刷怪笼，那些怪物就是从这个笼子里面生成的，不过这个已经被我封印了。哇，你真厉害。你跟紧我，别走丢了，这个矿洞非常的复杂，一不小心就会走散的。没问题，我跟着你就可以了。这还有个没被封印的刷鬼龙，你退后，蜘蛛出来了。哎呀，好痛！别慌，我来保护你。绕，再给你吃个面包。哎，小心，又有蜘蛛来了，你躲到后面。干嘛？你为什么打我？嘿嘿嘿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，我劝你别再玩我主人的事了。你是莫影龙的手下，为什么要来刺杀我？什么？你的剑法竟如此了得！哼，这回先放过你，下次你就没那么走运了。你别跑！站住！我还有事要问你呢。哎呀，该死！竟然让他跑了。这个人到底是谁啊？一定要关注转发哦。